稍微讲大声一点。他这个，我们 post 就是感谢大家，先感谢大家来我们 post 这个，这个部分。那这一场是 open source 这套最成功的一场。其实我本来想要 buffer 当做 buffer 就是说如果前面的是一个想要分享更多的话，我就可以做。那我这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部分社群的部分，就是当我作为目前作为就是 Postgre 台湾社群的召集人。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当 Postgre 有很多功能，不过单纯讲功能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实际吧，不知道在干嘛。所以我这边我提供一个案例，但是老实说我也没有办法，有些限制我没有办法讲得很精确。所以就是介于说单纯讲功能之外，我这边有套一个系统，就是如果说我们拿 Postgres 拿来作为一个 Node 的 database， 然后就是大家想象，就是说我去主机上收集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存在 Postgres 里面。其他的如果你有一些表单想要呈现的图表的话，就从这个 database 出来，就这么单纯的一个诉求，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情境。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是台大资工的博士。那我就是从之前就是一直在资料库这个领域做研究。我大概以 Postgres 来说的话，我也是大概我是用 8.4 的时候开始用。不过那时候因为 Postgres 没有很强大，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研究主要是使用MySQL 3.1 我从 3.0 开始用，然后 3.1， 然后如果这边有学生的话，就是对底层资料库技术有兴趣，我觉得这 Postgres 或者 MySQL 有开源的部分，或者其他开源的资料库去测试它底层的程式码，我觉得是对学习很有帮助的。因为其实资料库这一个领域来说，这个系统来说，我只是觉得还蛮特别的，像它会有自己的管理储存系统的模组，它不会完全相信你的系统是正常的，它有很多例外情况会处理，不然你不会这么相信它。老实说，我们的档案系统实际上一天到晚都在出错，那作业系统会做某部分的容错。那但是资料库系统又会再做一层，所以如果有使用像那个 Postgres， 像或者其他资料库也有这种设定，就是像Postgres 有那个 fsync 的这个设定，有一些其他的程式也有 C 语言里面也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档案写进去之后，大家如果只单纯写一般学生程式的话 ，fopen 写 fwrite 写去怎么会失败？没有这种事啊，就是，但是实际上是真的失败，对吧？那可能一天失败的，你说一天写一万次，失败一次，好吧？你的全身线漏就是有问题，对吧？那可是你也可以把它换掉，如果你相信你的系统是万中选一，那也会只做专门的记忆体组管理工具。那为什么已经有作业系统还要建一个MMU？ 你一个 query 进去，如果你被扣了十几次的 season IO 的话，那你一直被 swap， 那就冤枉了。那怎么让对吧？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的速度上，结果都不是花在你自己花在你身上。你如果用 Linux 打，你打开你的灌好，你踏不起来。就至少就是实体的化学在那跑，对吧？所以他自己会有那种像，所以资料库这个我当然不多讲，就是说如果对这个资料库 kernel 有兴趣，我觉得不管是对资料库或者对程式设计有兴趣，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学习跟研究的方向。然后也尤其我们国内也是
非常缺乏这一方面的人才，对吧、啊？那应该因为反正大家不去，你若去的话，可能就变成一个假的，对吧、啊？可以考虑看看。那我现在实际的工作，我之前是也有在主要还是做研究工作，然后我现在是在国泰这块，就是处理他们资料库系架构的东西。那因为这一其实是这个是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资料库系统研究的部分，我觉得可能也很有价值，可是资料库稍微又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因为需要牵涉到资料，资料长得不一样，你讲说文字资料讲的这种，老实说对资料库还是太空泛，就是文字资料到底是什么样子？啊、以我们来说，中文资料、英文资料都不一样，啊，长资料、短资料都不一样，对吧？那你学术研究有时候比较空泛，就是怎么讲都对，对吧？但是实际上，那现在的那因为国泰是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一家，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也是看中他们资料量够大，所以我们就是蛮兴奋的。我之前都是做研究为主，那我答应讲我今天稍微联想到，我就想到说 ，Oracle 第一套是第一个版本是1980年，其实这个资料库这里面还蛮花人才跟资源，啊不过那他在1980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希望因为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做资源是不够，就是，然后我5年前的时候，经济部有做一个资料库研究的方案，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就是如果我们国内有不够他自己做的资料库系统，对吧？但当然真的能用的，如果是上课用的话，那也其实用的，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越来越。像 Oracle 在1980年第一套商用资料库出来，他们那一年的预算是400万美金，那大概是一亿台币。那我拿到，最后拿到大概1000万，啊，那就太大了，啊。后来就无疾而终了，因为实在是那个就是资源的等级实在是太大。那另外就是，那所以其实我是希望，我觉得另那个突破点。因为很多人会，当时有很多所谓的专家会，我们国内没有那么大的光。后来我想一想，觉得这个当然也对，可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是说，我们国内当然很，我们这个小国没有办法产生这么大的光去支持这样的。那可是社群就是另外一个突破点。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资讯人才素质还算不错。可是大家如果都是闭门造车，然后知识没有分享，技术没有分享，那些小黑包，其实真的知识产业就是那些小黑包。你讲那些大话，大家都会讲，对。但是，你真的去操作什么，或者说制作一个真的能用的系统，差不太多。可是这些知识都隐藏在各位将来，或者说你有一些很有经验的。可是如果你不说出来的话，这个不会被留下来。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就，因为其实之前 Postgre 也有其他试着成立这个平台，但后来也都无疾而终。然后我就不死心了，我就去年我就觉得希望能够再试试看这样子。对，所以就目前是到了现在，就到现在的。那我稍微讲一下，那我们社群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希望，因为资料库，这个我引用这张图是 Postgre Conference， 它有提供过，就是说，其实资料库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某部分层是比其他后端的系统要困难的地方，在于说，如果你是一个网路。例如 Router 的程式，你是管防火墙，防火墙，
可能几乎是不需要管到人人的部分，没有人会跟你说这个防火墙的界面不好，很少人这样子。但是资料库一定会有人跟你说，你这个 SQL 下得很难懂，或者说为什么你那个 NoSQL 就不能像 SQL 这么亲切，就是会讨论这种像语法等等。那资料库一定是人愿意去用，它才有用。然后另外的就是刚刚其实也提到的，就是资料库一定要跟资料这一件事摆在一起，不同的资料、不同的资料需求，你要不要选这一群都不一样。你会选择不同的资料，很多会不是适合，很有其他资料不适合这样。所以他们把这三个字摆在一起，就是在我们在探讨资料库系统的时候，他们需要讨论三件事。所以我在想说重新振兴这个社群的时候，就是事实上就希望大家可以心里可以想到的，如果你是技术人员，其实我是希望你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社群稍微还是以技术或者操作一些操作的方式为出发点，就是有点技术面的，但是希望我将来是希望能够因为我身份的关系，稍微还有机会跟一些管理阶层或者政策面的人就是接触到。那我希望有这些机会，让其他不是直接使用资料库的人，他们可以去理解这些事情。那作为如果你是使用资料库，或者说是研究资料库的人，也许我是希望你也透过这个社群，我们去跟不同的人交流。那目前我们做到的就是说，一个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有在翻译，就是官方的正体中文的使用手册，就是正体中文。那因为我真的可能我自己比较，就是老实说技术名词很多我都不太适应，就是对岸翻译，对吧？那我是希望那有些说法上也许我一下子不够懂，但是我是希望我们建立我们本地的本土的一些文化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这边有写，我们跟是实际上从去年我开始成立 FB， 就是有一个契机，我们跟那个日本 cosplay 的人搭上线，他有建议，是实际上他们也可以说，你说 Google 翻译不好吗？那就我个人，有时候我需要快速阅读，就是再怎么样也不会比我 native 这样更快，所以我就直接贴过去，马上我可看一眼我就知道该不该继续阅读下去。这个也是一种用法。那对日本 cosplay 他们的，我看过他们，我稍微懂一点点日文，所以昨天我们有邀请日本 cosplay， 那我们有跟他交流，那他们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没有语言没有那么好的技术人员，他也要能够接触技术，不要说把技术跟语言绑在一起，这个是日本的想法，那我很认同。对，所以我们目前比较大的比较有在进展的专案就是使用手册的部分。那像刚提到的那个 Logical Regression Simulation， 我自己在编译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官方手册大家可以看，我觉得是可以看官方手册。那很多官方手册是不太能看的，对吧？写好就是可能就是技术的东西。那我就告诉他会把那个脉络稍微提过，所以你可以入门。当然进阶的你可能还要再去找别人的技术文件这样。所以但是这部分因为不是快，有半快速翻译，然后再慢慢去修，那不过速度上还是很有点困难，就是希望能够不懂英文的也可以学习，或者说像这样的资料，我希望能够把握住。那如果有喜欢或者说想要翻译或者想要学习的人，可以加入这样子。啊，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你看过，你会跟你看过，你重新要把它写下，那
更深刻体验哦，我有哪些盲点，我想要告诉别人的时候就不完整，那我们就会想把它想得更完整，这也是学习。那今年我们目前到现在还没有办过实体的社群活动，像这样子写不算，所以也是靠别人，然后我们希望能够第一次活动时候，然后其他的线上开源中，然后我那是要进入主题，那就是 log database 是怎么样，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监控系统的话，大概就长这样，就可能是你的 CPU 使用率啊，你的记忆体使用率啊，磁力啊，这种最基础的东西。那业务面上也有可能说，你既然架一个网站，然后我多少人上线，多少人点了购买，啊，多少人走到哪一步之类的，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就非那还有可能是有些是文字的吐出来不知道，像如果有在做server。阿帕奇会出一些5000、5500、2000这样子的讯息，那你可能要去有些还要再去做还有空间锁之类的，因为那个保密链那些想法筛选出来。对，那总之这个服务其实是很常见，但是又就是大家通常对于这种服务就是好像备而不用嘛，但是也是每天在用，因为每天都要砍资料，每天都要印测资料，最常做的就是这些事情。那我现在要就是我在这一段要比较，其实算是比较粗浅的，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提的会是这几个面向给大家参考，可以讨论看看，对吧？那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审核？因为不是我刚刚提醒的，因为又本来要写的，不对，大家可能会第一个想问这种问题，就是那因为 log 很多人现在都用其他 NoSQL， 因为它的资料存储频率其实蛮高的，如果真的有在用的话，频率很高，所以就会使用 NoSQL， 然后又因为量大，所以就会有分散式。就是想要分散，应该这样讲，想要分散，让它储存或者存取的高点都比较大。那但是我这个例子就是我公司呢，就采用我们的，它第有几个条件，这个其实让大家可以思考，因为这个没有老师都没有教你，就是说，我同样这个服务其实也有不同的想法，你可以采用不同。用它不是一个最佳型，是要看你在你这个组织里面，你这个团队的文化怎么样。那第一个就是，其实是我们最大面临的挑战，就是说，事实上，程式开发的人有些人写了几十年的西火的程式，西火这个语言目前在全世界之前统计大概以。操作资料库的东西，我这样成长起来，还是占大概70-80%，到就是还是大部分，还是叫做很大部分。那因为它累积起来，资料库西火这个标准就已经是30年，对吧？那我讲到时间，我再额外岔开一点，就是之前 Oracle 是最好的资料库，他们都这样讲，那也是蛮贵的。那他们有讲说，为什么选择 Oracle 呢？就是因为 Oracle 已经，我刚才有讲 ，Oracle 的第一个版本是1980年发行 ，Oracle 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超过30年以上，那所以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你可以想，他就举例说，你可以想象说，你资料如果放在这样的资料库，30年后它还在，虽然好像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应该。对，但是这是一个形容啦。但是我心里想的，就是，那另外一个例子其实就是 Postgre， 因为 Postgre 在没有固定公司支持之下，也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超过30年。那 Postgre 第一个历史上就是大概是也是1990年，我忘记确切年份。那时候 UC Berkeley Postgre
接啊，那那个使用手册上有一些详细的资料。那所以他也是在这个世界上足够超过三级。对，不过这个是题外话，这个不，这个是单纯讲地时间的问题。那所以开发人员，如果你的资料库没有人会开发，没有人会在这上面写任何程序，没有人会学其他资料，他可能就没有人。所以你有我们大部分，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只会写习惯。所以而且很多企业都有一些对资料库下级会有一些规范，新的资料库就没有规范，那就不能用，就会有这种限制存在。那所以 Postgres 第一个是这个当然机会，不过因为买机会反正他们已经走了，就是我可以，所以就是因为大家一听到他们说哦很形象，所以他们要极力解释说其实买机会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就是很大家信心度的公司。那另外就泛用心，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策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其他起火类的资料库想要替换，那其他的 DB 想替换比较贵，那这是一个测试，就是说我们的程式开发的人能在这样比较容易转换，对吧？那你如果就是跟原来的 DB 差距太大的话，可能原来你即使做到很多，他原来做不到的，但是你有可能有些是他原来他就做，就是他原来做到你做不到，对吧？这样差距太大的话会，对，所以也就是说我其实这个它在我们来说是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漏水，它也算其中是当作一个测试人员测试训练的一个过程，那也是对 Postgres 的压力的测试。那到底Postgres 它之前就已经有讲，虽然前面有一些就是什么推荐那些解释啊，但 Postgres 基本上来说还是以单机的思考的一个资料库，所以那到底一台主机有没有多大的资料量是一个关注重点。那 Log 的资料基本上蛮多，虽然大部分都当作垃圾就已经删除了，然后但是另外就是可以容许资料，其实 Log 这个服务来说的话，实际上你也不用说即使你还频率很高，每秒都一直去抓一直去抓，但是 Log 了十秒又怎么样，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第一点，就是 response time 的问题。就第一个是你先要搞清楚是要为谁记录这些东西。其实 log server 最有一个其实蛮大的，为什么资料量那么大？就是大家就想说啊，先记下来再说嘛。他那个总经理说突然想到说，啊，先记个什么东西好啊？那个什么隔壁那个处长就说啊，那个什么记一下。这样子，然后那就全部都累积下来，然后前面就是说，那前面学长说的，他已经离职了，到那个三家，知道对吧？三个好像，如果到时候用有某个图表跑不出来，好像就是我们问题。对，那你就跑出一堆没有人要看的资料，没有人要看的资料，那就很，所以。如果你是决策者，你当然可以小心。一个是你不要让下面人白忙。那如果你是技术人员，也要想清楚，你做这一件事情是谁要看这个资料。那有其中一个性质就是帮派。如果我是监控人员，可能非常 critical， 我要每秒去看这些，就你要每秒产生资料给我，如果你有证据系统。那可是如果你是一般职位啊，如果你真的是总经理，你真的会每秒去看这些东西吗？不会啊。如果你评估说你现在采漏的资料主要是给某些一级主管看的，那也许你时间可以比较长，就不用把server漏的。你当然什么都追求产出的，但是这个可能会造成自己的痛苦，所以你要避免。那但是左官们也会有这种问题。developer 都会啊，不管啊，反正资料库很厉害啊，我就 insert forward 就是给他
给他一起跑就对了、啊，对吧、啊？好像是说，反正报的是 BBA， 没有规划好，通常是这种想法。那所以也不要苦恼，所以前面有讲 develop 的部分，在我们这社群希望有一些 develop 的，要建立互相的观念，这样，啊，你才能成就你自己。然后无脑的，反正无脑的事情就尽量不要做。然后蛇类一大堆资料，很多统计，他跟我说他画一个表，我们前面的这个好了，你弄这个，假设说你这边有100条长条图，结果你给我漏了100万资料出来，然后最后算出来的资料也可能有10万。那你只要花100条就好了，你干嘛弄那么多资料出来？那所以真的就牵涉到说，那你在资料库内的筛选的技巧，稍微可以尝试看看资料库内的筛选。那我这边就别人员，你不同人员在看待资料的时候，或者你想要知道记录下来的东西是长怎么样的。的时候，那你这个问题会比较清楚，然后再去做会比较好。然后程式，我觉得最后这个程式比管查询再去长查询这一件事情还蛮重要的，但是通常做不到，对吧？然后不过这一点我觉得出发点是，有时候会形成一个踢皮球的情况，就是写程式的人可能不了解。这个资料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好去处理资料？那 DBA 可能不知道写程式的人怎么写程式，为什么会这样产生这种规律？因为你从 log 里面看，如果从资料库 log 里面看，老实说有时候那个脉络是很难去萃取出来的，对吧？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已经在工作的是做后端工程师，然后有在管一些资料库的话，那就希望说，其实我觉得 DBA 还是需要一些程式的背景，然后你大概理解说你们公司的同仁大概都怎么写程序的习惯，或者他们都套什么样的法律，会比较容易处理这个问题啦。因为有时候那个问题是就是你太专门讲些不一定对其他问题的帮助，那。光想那些就想不完。那第二个是空间的部分。那实际上在现代来说，我想大家没有经历过以前我们用软碟写程式，软碟写程式里面卡有那种情况。它记忆空间老实说，现在如果你是企业用的话，就是以硬碟空间来说，不太是可以考。需要考量的因素，对吧？反正就是会持续考量，对吧？你是固定支出的，那所以你要思考，如果你是资料库管理者，要思考就我如果我多浪费空间的话，我能不能赚到回应时间的这个想法？然后从这一点，这个其实最近我也就是有指导一些程式设计的人员。他因为从程式设计人员会觉得说，我映射资料进去，反正我就映射一堆奇怪的资料进去，然后我用一堆奇怪的语法把它勾出来，然后你就要一瞬间告诉我的答案，就是资料库就是什么这样子。他不过这个部分就是有些其实这个资料库不是什么，他也不拖我们，如果很关心，就是他不拖我们那些基本的原理，反正。要解决一件事情呢，除非你特别聪明，不然你就是花时间来解决，不然就是花空间来解决，就这样子。那大部分时间，因为新的演算法其实蛮少的，那所以大部分就是看你要花时间花空间。那有些 DBA 会很在乎空间，他会觉得其他的知道，但是也需要之类的，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看你这个图表是你的图表，或者甚至总经理，他就是在一秒内看出来，你
前面浪费了一百区，也 OK， 那又怎么样？对吧？对吧？你就是每，如果你确定你的这个老板，大老板，他就是有这种无理的要求，那你就不用无理的资源浪费去管理他，啊，也不用不要想太多，因为最终目的还是说你的资料取出来，我能不能做在决策时间里面做决策？我这是讲到那个资料分析，那就是一个是异常时间啊，你发生异常的时候，你的异常，你的反应时间如果可以很长的话，你就不用那么时间了。然后那额外空间的支出，我多浪费100，我随便讲100平，然后我可以赚，我可以节省50%的时间之类的，是吧？或者说用百分比来说，我多浪费200%，但是我赚到我时间只剩20%，可不可以？都可以很讲，啊。那其实 index 就是所以的说 ，index 就是这种目的存在，他就先做，啊，那所以。短差，刚才讲短差距就是可以让你财富计划更稳定，然后补血分离，这个比较实做的经验。然后另外快取的部分就是，那后来 Postgre 的核融资，就是它是一个，它可以算是快取，把 view 的内容快取起来。那你每次去读的时候，它就直接把这份资料都给你，那。就不要那个你，因为很多人会设定 view， 但因为 view 它，我在讲很多公司禁止用 view， 因为 view 如果很多层的话，维护上会很困难，逻辑维护上，那所以很多公司会禁止用 view， 然后又因为效率很慢，它因为套了很多层，很多人会打喷，应该说没有人会想要一开始套很多层。但是最后都会套很多层，就很难打。那所以，但是这个在 view 的话，就它因为它配置起来，所以，即使你套比较多层，但是时间上一定是节省，因为你第一次跟一般的 view 一样，然后后面就可以。然后其他就是彼此层，就这个不开 C 的时间会很短。但是，我想要提的是这个非同步作业。因为像 Postgre 这种作业系统，这种资料库系统主要还是重复作业，大家操作习惯还是重复，但是你写程式不一定要是重复。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多普通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他觉得资料库本身这个 session 这个交易是要重复在线上完成，他就写程式习惯就变成他也要跟着你被影响。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如果你的 DBA 稍微有懂一些程式的话，就可以互相讨论。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Material 的 Realize View， 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也是算是，我本来觉得不是该提的东西，但是后来我也知道，实作的工作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不是。一般程式设计师有的观念，就是说你我把资料放到同一个 table 里面，不代表我就要从那个 table 里，一定要从那个 table 才能把资料出来，而是你先规划好之后，弄的资料怎么样写入最快的方式，甚至它不是同一个资料库都没有关系，就是我前面你可以提到的一大堆。这种想法，它其实不是同一个资料库，也没有问题。中间可以建立多个，我要怎么多个？可能因为我第一次教了之后，他就建了一个，然后我就说你这个建的这个 view 呢，又不符合你的资料，结果你要捞出来的时候，你要算半天，因为你总不能说你这是乱的，然后你如果看那个。对，你要查计划啊。如果那个团队他整天都在排序的话，你就疯了，就是慢在那边啊。因为
其实反授权这种事情可能无法避免的，但是你说他每次都在反的话，就很尴尬。那怎么样可以不要？就是那很多我不觉得，那这样子这边你就不想做，但又怎么样？就是回到前面讲的，请问你现在资料，你今天你这一秒问你前一秒资料，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会不会很头痛？如果不会的话，那你就会再隐藏一点。那这样想下去，就是说，那我需要，我只要知道三十分钟前的资料就好了，那也是超出这个作业时间就可以就有空了，是吧？然后通常我们这边会抓，就是这个图表，如果你是要画圆饼，你就把前面中间这个步骤就把它直接算成圆饼一样子，这样子。那因为我知道很多前端工程师会喜欢，就是把都全部漏掉，然后直接套套件，然后不管，反正现在的套件都处理会适应，所以你不管漏了几个点，它最后还是画成这个样子。可是如果你的萤幕就是很小，你又漏了一万个点，那你的萤幕有一万个点，你知道？这个图表需要一万个点画，就是可以思考的问题。然后把第一份结果，这个是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好好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就真的要尝试11版，因为大概我自己觉得是到11版才算是，虽然它现在还是贝塔，但是因为前面的功能实在是差其他资料，整个管理的功能也没有很好，就跟其他资料差了很多。那十一版功能，我觉得算是有基本面是补起来的，对吧？那效能也就是虽然还是没办法，所以就是看一些数据，基本的数据是有蛮大突破。所以如果是针对这一点的话，那我目前也是打算就是直接升级。那前面没有讲这个系统翻译，大概这个我们目前是使用9.4，对吧？那本来也想说升到9.6，然后后来想说升到10就好，然后后来想看发现有这个需求，还是直接上10好。那不过那些 log 这边这些我不是特别讲，反正 log 的这个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容易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那基础的解决办法，那才能。那拆很多小 paper 的话，为难的就是那个国会嘛，因为他不想去处理政府的小 paper， 那这种事情就交给资料库。那国会们呢，他就是他想用大 paper 处理的话，他就去准备那个大 paper。他觉得他能够弹性的用这个小 paper 的话，他就去做小 paper 的操作就好。这个就是给他人一些空间，但是我也遇到有些不太想要这个空间，因为他会觉得他的程式难度好像他会变成他是品牌，对吧？因为我已经给你选择了，只是说以前没有选择。然后我觉得这个 Green 这个 Index 其实蛮好用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还也是蛮在乎空间的人，因为他如果你那像 Log Service 的话，我蛮常做的就是像日期的范围的收集，那大家可以去看使用什么的。这个 index 的优点就是在于，如果你的查询都是范围型的，就是一到十啊，昨天12点到5点啊，这种范围型的，那它就可以大量，一个是大量减少那个就是 index 的，一个这个是建立的时间，那其实。它的空间的消耗大概也是这个比例啦，就是它不用那么大的空间。那它大部分的使用情境，就官方的说法，大部分的使用情境，这种 index 几乎都能够整个放到记忆里面。当然它也会随着记忆名词，就是资料量成长，它会变大。那不过因为资料库的概念，它系统的原则就是 index 比较快，
所以大部分就会放到记忆当中。那如果你的 index 太大，造成说它没有办法放到记忆里面，它要一直要去直接到 swap 的话，那它就有可能就失去了那个 index 的效果。所以你这有点又差含义之后，所以你让它查去计划，有时候他会认为 sequential search 可能还比 index 快，就是这个缘故。因为现在的资料库其实都蛮聪明的，他甚至他会出评估，如果你这个根本只有十笔资料，你还建 index， 真的浪费我们时间，是吧？所以他甚至你如果这样硬去建 index， 他会给他计划还是说，那我直接少二十笔就好了，是吧？那你不要再跟我。跑一次处理才十个弄，所以那你跑了还要跑两次，因为最终资料在纸面上。那这个是清理跟理念，这个可能比较需要经验的人才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因为一个 log server 那个资料库的话，因为它资料变动也蛮大的。那不过它是大范围的变动，不像一些交易线上，就是例如汇款这样。你像交易资料，它就会比较小一点。对，那这些大量，那可是这种范围型的，就会变成是，它为什么说资料？因为范围型，它就会留下很大的空。如果你的那个配比，就是每一个配比都空很多，那个所以这个。太都是 internal， 那就很慢，真的有差，真的有差，这个是用一段时间才会有差，所以其实这种系统是更需要更频繁的去做这些清理的动作，他把那些空的，他赶快把它标注起来。其实资料库在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要以为系统是这个必要完全的，他你要别送啊送啊什么他就。你就要赶快累积的，它到底符合我们这样的，其实不用这样想，资料库底层也是这样做，它也是非常的，所以它赶快去回收这些空间，但是不要做到满，对吧？因为你还会再一次怎么样？那 index 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是经验上嘛，因为 index 怎么样，所以通常我都直接建一个新的，这是比较实在，但是。也是浪费空间的做法。那 unlock table 这个最简单，也是最实际的，就是因为也是否这个服务，如果是 log 的话，那如果中间不小心出了什么事的话是没有关系的。那所以这边给一个表，就是边做一边画，因为反正你少做很多事，你的损失越不会记起来，因为 log 起来了。啊，那如果出事的话，你就回不去了，那也没关系，就算了。他讲比较奇怪，记错有没有关系？也没有问题。如果是记 CPU 使用率60跟61，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比较极端的啦，如果你每天记60记成600，那平均值也会差太多，都看不出来。那你这个就是不需要调整。不结构，我觉得是，但是有很多 DBA 不敢用，因为你只要去问你主管，就是为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我要调资料，没有跟你讲会调资料啊，但是他心里已经有那个既定印象，没有一笔资料，就是当你对资料没有轻重缓急的概念的时候，你的成本就会压在这个资料上。那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小两个小点，就是一个是 table space 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一直满载的话，因为这是之前我们发生一个问题，那你如果那我们一直去追这个问题到底是怎样，那后来发现其实你只要放大就好了，那因为它会一直去找那个。那因为你的 partition 够大的时候 ，scale partition 够大的时候，它
光是找到那个空的部分就变好。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更讲超有的话，就是他现在觉得不是还没是还没坏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的时间开始变慢，那或者其他的东西变慢，这算是一个预警的机制吧，就是他觉得你的储存设备可能出了问题，因为他其实他会他或是归内部他自己会做一个统计，你平常都跑多快，他去写就是能用能用，就是他会测试写入，那如果这个速度明显慢的话，那如果你的那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我的储存设备都健康的情况之下，还是出了多问题，那就我们找到一个就是说他搜寻太慢，我发现他在搜寻空白，是不是？你的程式太慢，那所以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增，所以不是说你用我分给他一 T 的记忆，但是时间空间。那我一直等到九百九十 G 以上的时候，他就奇怪，我的空间还没满啊，就是我直接坏掉啊，可是我们都网通打的系统嘛，要坏的话就是那个那直接坏掉啊之类的，我会说担心啊，怕啊，是吧？啊，因为这也是其中别人遇过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网络是完整，因为现在的公司几乎你。你如果下这种机房的话，大概其实设备也会拉出来的。那如果你是 local 的，其实设备就比较少会有问题。但是别人有遇过这种，就是他发现他是网络出问题，所以他每次，但是他又是随机性，他就是回应的时候很慢。那 Postgres 自己有自我检查的机制，他就是可能出了问题这样。然后另外就是。其实这个 Data API 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但是能做到的可能不多。就是资料库其实要专注在资料处理的部分，如果他同时还要，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常出现，就是因为他写程式的时候需要同时处理资料逻辑跟业务逻辑，那DBA 通常不容易去。就是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独立这个问题资料看。那资料库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资料库通常比较贵，是吧？啊，所以你的 IO 不能都放在资料库上，有些公司会这样要求，很多公司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扣数比较贵，所以不能在资料库上做太多事。那防卫性的程式写法就是，那我们不要在资料库上做，那 DBA 就更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了，是吧？所以比较合理的方式就是说，你能够做成 API 的形式，你自己伙伴们自己能够区分，这是资料的交给 DBA 帮忙处理。如果你区分的是业务的逻辑，你就自己把它写好，把它写的路径更高一点，然后不要混。不过通常急救章来说就不容易都啊。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前面还有几张片，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那就接下来看有没有问题。